日朴敏英最新时尚大片在网上曝光，首先出场的这组西装造型给人强大的气场， Offsize 黑西装，半透的内衬，帅气的短裤，尖头银边的鞋子，霸气的坐姿，不羁的眼神，不得不夸她艳照表现能力很强。转眼间她又从帅气造型变了一身复古造型，黑色精致复古风的吊带蕾丝连衣裙搭配白色衬衫，外面再披一件黑皮外套，还有复古的中分大卷发型，这样的朴敏英看起来气质成熟又优雅。这身棕色系的穿搭，朴敏英教会了我们如何将同色系穿出层次感，衣服扎入裙子里颜色有深浅区分，裙子还是斜面剪裁的，层次感分明，全身格纹的连体衣很有职场风。朴敏英搭配了一双尖头棕色靴子，这也可以显得腿更修长。总的来说，朴敏英这次的造型属于成熟优雅知性风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